开包厢大门 ，KTV 女员工被眼前景象惊呆了，就像世界大战过后，烟灰烟蒂乱丢，一大包面粉乱撒，桌椅黏糊糊，满桌子剃胡膏，整盒鸡蛋狂砸还发臭，槟榔汁到厕所满地红彤彤。台南市这间 KTV 是多名年轻人消费四小时，却大玩庆生恶搞，女员工气不过，po网大骂，家教也没有吗？外场阿姨们年纪都很大，可以当你们阿嬷了，还糟蹋人，列入黑名单。你不要把300块当作30000块在用吗？就算你花了30000块，你需要这样糟蹋人吗？两名外场60多岁打扫阿姨清洁3个多小时才把包厢复原，恶搞影片po上网后，网友留言炮轰，清洁费至少要5000元，不会在自己家里玩吗？直接提告毁损，干脆公开身份资讯。着说清洁费大概都为1000块，如果他毁损的比较严重，那就要看他毁损的东西。其他店家会定期查探包厢，要是有人恶搞破坏，不仅要收清洁费，更严重就赔钱，甚至报警。做生意虽然以和为贵，但也不会无限制的忍气吞声。记者赖冠璋、王书宏台南报道。